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 Lam， 欢迎收看 It's Magic Time。很多魔术都是用一副啤牌或者去用一个银仔去完成的嘛。而家我试下可唔可以用两样嘢一起完成一个魔术？诶，麻烦你试下叫停啊，一二三，呢度好，认住张牌 ，OK， 好。然之后我会拎起呢一个银仔，留心地睇住呢个银仔，我系卡片一。今天我哋学咗啲咩咧？其实我嘅心得就系最忌遇到老屎忽，佢哋会觉得唔系抽乜都得，而系我老屈。不过其实我真系肯定佢会抽到呢张红心七。好啦，开心嘅时候过得特别快 ，Magic Time 嘅时候同大家讲拜拜，拜拜。